搞个对象啊。叹什么气呀、啊？你到我身边，带着微笑，带来了我的烦恼。我的心中，早已有个他，哦，他比你先到。这在我之前是有心上人了呀？那我得问问，这人是谁呀？舒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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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飞机的舒克。舒克还飞行员？哦，那这舒克后来干嘛去了？自从我跟他分别后，他就走进监狱的楼。进去了？哦，那舒克进去了，该轮到我了吧？贝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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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坦克的贝塔。哦，这又出来一开坦克的。那这贝塔后来干嘛去了？自从我跟他分别后，他就走进监狱的楼。哦，这也进去了。那这俩都进去了，该轮到我了吧？啊，李郎啊，李郎啊，李郎。得，这又冒出一阿里郎。那阿里郎干嘛去了？自从我跟他分别后，他就走进监狱的楼。我各位发现了吗？这人呐不能教，我赶紧走吧。你快回来，我的心不能等待。叫我回来干嘛呀？怎么会爱上了他？并决定跟他回家，放弃了我的所有，我的一切无所谓。你看，这还是喜欢我。你说你长得那么漂亮，我长得那么帅气，咱俩人高高兴兴的搞个对象，你有情我有意，咱俩高高兴兴一登记，多好啊！欺什么劲儿啊？钻石，钻石亮晶晶，好像天上最亮的星。哦，要钻石，这对啊，您结婚呢都得有钻石，要一种仪式感。咱买一颗。怎么又七呀、啊？手牵手，一步两步三步四步，望着天，看星星，一颗两颗三颗四颗连成线。要四颗呀？好，我哪买得起呀？再者说了，俗话说得好，叫钻石永久远，一颗永流传。啊，李郎啊，李郎啊，李郎！买四颗，买四颗钻石行吗？只要您不提这阿里郎，咱买四颗。这回咱登记去。七，又七呀、啊！速度七十迈，开着宝马，我自由自在。哦，要车，车咱有，我有辆二手的奥拓，没问题，带个。阿里郎，阿里郎，阿里郎。咱买宝马，买宝马行吗？您别骑着阿里郎，咱买这一辆宝马，这就是一车的事儿嘛。登记去。干嘛您又骑呀？我想有个家，一个不需要多大。的地方。哎，照您那么比划，那是一栋楼啊，我买不起。啊，李郎啊，李郎啊，李郎。买房买楼行吗？啊，我听您的，您什么要求我都答应您了，我只要求您答应我一个要求，回头咱结婚的时候你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，别给我丢人。我身穿大红袍，头戴一枝花，胭脂和香粉就在脸上擦。漂亮！我左手一只鸡，右手一只鸭，身后还背着一个胖娃娃。不是，这胖娃娃谁的？阿里郎。别唱了。